雷公跟什么菜啊？算什么野菜？野菜一种泰式香草，它有味道吗？一种苦苦的，可以试看看，苦苦的，苦苦的。它是有那个那种，有点像平叶巴西利吧，味道。它是我们泰国的中药，一种的中药，泰国的中药治什么的？记得像平叶可以治什么的？不是说那个拉肚子，蛮像。不是不是，它会有说那个甜菜叶，你要不要说？还有五分钟的限制，大叔最后一分钟。红头陀酥，红头陀酥，蒜酥，蒜酥，蒜酥，新鲜的那个红头陀酥，新鲜的红葱头，这个是你，然后凉拌酱，什么？什么酱？什么酱？凉拌酱，凉拌酱，对，凉拌酱，你自己调的凉拌酱吗？对，自己调的，是不是要起来了？差不多了，可以了，刚刚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哦，时间剩下两分钟。哦，还是很大颗哦。阿明师调的酱汁都超级好吃，真的。那是经验的累积。哇，一分熟啊，好软哦。嗯，应该只有一两分熟哎。一分熟很棒，因为这个和牛不需要那么熟。对。这个我稍微。啊啊！阿明，雷公跟什么菜啊？算什么野菜？野菜一种泰式香草，它有味道吗？一种。苦苦的，可以试看看，苦苦的，苦苦的。它是有那个那种，有点像平叶巴西利吧，味道。它是我们泰国的中药，一种的中药，泰国的中药治什么的？记得像平叶，可以治什么的？不是说那个拉肚子，蛮像。不是不是，它会有说那个甜菜叶，你要不要说？还有五分钟的限制，大叔最后一分钟。就是有点苦苦的，有点苦味的巴西利。血，什么血压高什么的那个，它是不是降肝火？牙膏可以，牙膏的成分就是补的东西。啊，血压高，血压高是什么？血压高可以治血压高。牙膏，他说这是，他是说是泰国中药。哦，血压高，血压高，血压高。海葡萄这个东西泰国有没有？海葡萄泰国是有什么？有啊。现在海葡萄基本上都澎湖养殖。对，因为海葡萄稍微有点咸味。阿明师，快快快做完了，快做完了。哦，再点啊！哇，对对对对，快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不介意。继续计时，前面两棒都超过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宫廷菜本来就需要时间的，对，没错。国宴都要 delay 一下了。好啊，这是它的酱。它就是辣椒膏，辣椒膏，辣椒膏，香茅，泰式酸辣，泰国的，不是德国的，德国的饭店。我们懂，我们懂，我们 get 到，这个用贴的了。嗯，柠檬叶，哦，葱花，葱花，葱花，要完成了，要完成了。这个是寿司，感觉上调的这个拌的很随意哦，嗯，但很精准。对，这就是经验，真的。阿明是超厉害的。哎呦，小心小心小心，不能夸不能夸，你紧张了，害羞了。五分钟，五分钟。哇！他这下去完全解腻。嗯，对。阿明是。然后刚才那个在那个高油温的情况下的薄脆的口感，加上里面爆浆的那种反应啊，爆浆的后续接下来的效果，哇！阿明搭配这些浓香浓香的辣椒，放海胆，哇！泰式料理就已经够鲜了，现在又更鲜了。哦，太黄了，太黄了，快点！还有鱼子酱呢。哎，还有一个没放到海胆，它应该叫做泰式宫廷海陆鲜上鲜的鲜上鲜啊。泰国，那个是总理，哇，总理要走了。